我们有快餐的，有牛肉酱、香菇酱、三鲜酱，啊，好吃啊！好吃啊，吃了还想吃、啊？肯定好吃，吃了你还吃吗？中小花，我要了，肯定回来回来。所以这个放下，你们一定要搞。没有，你看啊，好吃吧？吃下尝尝看看我们的苦瓜。这你看看。你看漂亮吗？把这苦瓜煮出来。苦瓜跟那热量有什么劲啊？我是厨子。你不要信了，就只能要我们搞出来达到他这个水平，我们就可以了。任务完成了。那任务完成了，那动起来干呢？我给你带了一点子来。你那好吃啊？我们有的这个不成问题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可能还薄了一点，再厚一点也好看。我现在看我调，他比我们这个厚，他调厚了。可以调和的，还用调和的？不是，调和的，然后就烫的效果，我感觉。我们的关键就这一道，其他的没问题的。烫的，肯定烫的效果。肯定。我现在就担心，我现在担心烫。肯定。你们烫了以后，它会起泡。起泡有可能。一个起泡加个水。烫的特别。对，它蒸的是通线的是起泡，知道吧？通线呀。这烘烤的时候起泡，上好了，老九点那得。隔些年那个得出多少？浪费出来不要。现在就不一点，而且很省力的，你这加饭就可以，对吧？我们现在搞一个炒制。